我是佩奇，我们搬新家啦。今天爸爸妈妈和弟弟还有我一起来整理新房间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干活喽。这个是客厅，我们先放一个沙发，再放一台电视，沙发旁边放一个茶桌，把弟弟的玩具车也放到客厅吧。这个是厨房，厨房里放一个烤箱，再放一台冰箱，放一个餐桌，最后放一把椅子。好啦，这是卫生间，放一个浴盆，再放一个小马桶，放一台洗衣机。卫生间也布置好啦，这是我和弟弟的卧室，右边放一张高低床，左边放一组衣柜，中间放一个书柜，边上放一个小木马。乔治，小木马好玩吗？姐姐，好好玩，好好玩哦。这就是我的新家，是不是很棒啊？